兄弟们啊，这舆情实在不给力呀、啊，没啥可拍的了，才中了一条鲤鱼，能有个十多斤啊，发个段子。兄弟们啊，这是在湖北熊河，两天的渔获啊，今天是清明节，我把这个鲤鱼都放生了吧，来放吧，手往里扔就行。有喜欢钓鱼的啊，给个喜欢户外的，给个双击，留个关注啊，支持一下钓鱼的也不容易。这大鲤鱼太漂亮了，好。感谢大家支持啊！